也算是一个回礼的概念，对。那我觉得，如果呢，你今天呢是单身的话，你可兰花也是花中的君子，你可以买一盆兰花放在家里，跟他好好的相处。但如果你今天呢，哎，是你有心上人的时候，这一盆兰花送出去，我觉得啊，意义也非凡。因为呢，兰花呢也代表着淡泊名利啊，然后非常高雅的感觉。不管送男生送女生，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啊，我想这次啊，我们跟市政府合作吼。把整个的场域扩大，那原则上我们这次有三大特色，第二特色就是我们的场域有比往年还大哈，所以这次大概有五个主题馆，那这次的我们的展览的日期也拉长了哈，那我们这次大概会从3月4号啊到3月19号，总共有16天的展期，那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把它数位化、科技化跟商业化的这样整个的一个模式扩大到整个场馆来。那这是五大主题馆里面，包括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主题馆啊，主题馆大概就是我们的兰花魔镜为这样的一个的特色里面哦。各位一见到主题馆的人，就可以看到
这个从故事的最早，大概是1000万年前的这个蜜蜂哈，的化石开始衍生啊，大概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恐龙啦，好这些结合在一起哈，就是从我们兰花的这些起灶开始。那当然，但是还有我们的竞赛馆，就是我们的有各种的这个兰花不同味道的一个竞赛，就兰花竞赛馆。当然还有我们商务馆，就是很多买家可以在商务馆里面哦来购买，或者说来接洽他的像他这些兰花的一些食品需求。那包括我们还有市集馆，就是说一般消费者可以买到很多的这样子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兰花啊。当然还有我们的花艺馆，就是能够用花来作为疗愈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的内容的融入生活的一个馆区哈。我想这次的展览哦非常丰富，那在这个展览期间也欢迎所有的我们的全国啊，包括国外各地的好朋友可以到我们兰花展这边来参观。我想今年做精彩的，咱伫现场看到后恐龙后兰花，阿妈因要介绍讲对6000万年一里。对一只虫啊，一直叫恐龙啊，叫这兰花做一个集合。我想哦，现场做精彩。咱不管是阿公阿妈带孙啊，还是咱爸爸妈妈带囡仔，甚至咱来做亲戚到这现场看，我想充满着罗曼蒂克嘛，充满精彩。今年是咱第17档来办这个展览，哦，咱创过去咱百姓创下做好的成绩。今年咱全国请求咱台湾的亲友，大家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咱的展期啊，延长啊，咱的场地嘛，搁啊宽，我充满了可看性，你过来看这个菜。一个地方经营出来已经有卓然有成的台湾国际兰展能够更上一层楼，但中间的灵魂人物就是我们兰协。兰协从过去台南县的时期，一直到合并的时期，一直到最近像现在都一直在发展成长。我们的兰花产业不仅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早就已经突破疫情前的这个规模跟产值。那将来不仅是对于南花农民们，以及对于地方产业经济，以及对于台湾的整体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非常感谢兰协各位好朋友大家的努力。那我们将来会再持续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在3月4号开始哈，到3月19号，这16天都是天天都精彩，每天都有新的惊喜。